朋友们好，今天吃个双拼啊。双拼是啥意思呢？就是一样半斤。这是牛胸口油，这个是牛胸口肉。牛胸口肉是这种肥瘦相间的，每一块上面都顶一块小黄油。然后这个牛胸口油呢，它是纯肥的。我给大家吃一下，看一下啥口感。这口也爆油。这玩意儿真香，吃不够啊。香肠，看大家胸口肉的品质啊。是这种肥瘦相间的，真的瘦而不柴，汁水还比较多，口腔中散发着牛肉的，还有谁没吃过呢？